所以就像石一刚才讲到的啊，推线可能意味着一些些后果，还好伊兹莱德反应比较快。哎，挨住，又是一手回头望月，这里差一点点伤害，最后死亡射线，还是一会儿肯定能吃到这个线。哎呦，打得好凶啊！忍人马也倒过来，但是忍人马不是一个绕后的位置，只能强行去踢一脚，打出小明闪现，换一波技能。这里就是落仙回家的好处啊，闪现去想去锤减速，眼上蹲了呀，小鸡这波进不去了，而且身上没点火药，阴你一波。哦哟，撤退路线刚好要探草丛了，小草里直接阴住，两重控制，直接 W 技能往前走，踩一下爆炸，五点显得就不太好办了。小明要不隔墙来一波，这里直接是扫到了人的位置，直接在海克斯，海克斯出来了之后锤了一下小鸡，但是有一个爆炸果。哎呦，小明这里其实有点冲动的呀，其实当时扫描是能够看到很多人数的，最后一血是由小炮给拿下。玩笑归玩笑，小虎在上单位置是付出的努力也是非常的，但是来人了，来人了，直接暗影冲击冲到了塔里，那这一波小 C 能跟上控制吗？只能打一个 Q 技能，而且被救在旁边，这波有点尴尬了。张帅技能已经用掉了，这波炮用掉了之后，黑客倒是有点危险，被直接拿到这个人头，而且还在向前继续去逼近张帅，张帅只能选择反身藏屋之月，但是这个月过来人头就要给到屋顶了，双杀之后小 C 也要死，纳尔拿到这个人头，上路直接完成一波对位的三连击杀。咱们明白，他们第一时间两个人想打冲上来了，但是张帅感觉应该打不了了，他直接回头把技能放了，把技能清兵了，而且犹豫之间是吧？对，然后这飞直接就冲上来打了。我刚才也在看杰斯的这个动向，一看杰斯第一时间好像不太想跟输出啊，自己赶紧就过来了。对，而且飞想了一下，哎，这个张帅好像没闪。哎呀，这其实也是E-Star的，把你逼走吗？不逼走，直接叫了一个蓝惩，拍住之后打了你一套。哎呦，完全不讲道理，你看看这个五点儿有了。因为野区里面人员太多，小明就在侧翼，这波盛大登场上来，哎，但是有一个红色帮的 TP， 沙皇是选择踢到了红 buff 下方，爆破果实过来，沙皇得流沙移行过来了，小明一阵两个先秒一手杰斯，杰斯这把过得苦啊，小虎马上一个满怒情况给自己加血，再满怒拍住两个，但自己的血量还是不佳，还是命丧当场。 Cry 第二时间赶到战场，跟队友展开了一波追击战，为一马当先冲在前面，他自己血量不好，可能要往后拉扯一下，他这波拉扯非常极限，变成了乌龟形态，还给自己刷了口护盾，凡德失落已经命丧当场，沙皇一个超级以七字形漂移，但是无法阻止自己阵亡的命运，为直接接近暴走，不仅的装备输出高，是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杰斯第一时间被秒了呀，本身这个时间节点杰斯是有战力的，杰斯倒得太快了，这沙皇过来其实这个墙一堵，他正常来说输出环境还可以，但是碰巧这个纳尔马上变大，是最后的追击战，我们看这个污点是相当高啊，Crying 几发死亡射线射的都还不错，七字形漂移直接排晕，没飘到，没撞到，小虎太想放啊，但是他没办法攒怒气了，两千多的血线，老牛有机会吗？小明这里在旁边起到了威慑作用，人马这个一技能已经开起来了，直接锤三个，这波三个人全部锤起来，一技能有没有机会打晕？但是被禁区之墙直接隔开，哇，这个，野区还有后续的碰撞，紧接着风来者减速了一手，还想继续追，五点又闪现出来，再一拍无人能挡，被这里再收下一颗辅助的人头，而且 Red 也被打成一个残血，往后面去撤，暗影冲击保一手。而且现在伊斯塔很难找出节奏啊，哎，看看会不会是这里呢？但只有两个人啊，老牛还过来了，找不到节奏，反而夹在一波跟小炮的单挑当中，先来一波漫天飞雨。同时，小子想掩护自己的队友，也扛了防御塔，没办法。人马迟迟赶到啊，这个中路有点遭殃，直接流沙一行往后撤。哎呦！要强打杰斯也来，杰斯这波过来要盯准没有漫天飞雨的嘎啦吗？嘎啦是有闪的，但是这一波应该难逃三人追击啊。是，而老牛仗着自己皮糙肉厚，暂时跑不掉，而且鬼又来了，带着快也干到了战场。但是想想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二塔，反正我也没 TP。对，哎，这里红色方表示落过来了，一开两个人，你妈补上大招，小炮先挂上一技能，想先斩掉一个没有大招的小明，而里面最肥的这个位能不能走掉呢？小布小炮刷新了这个跳跃，但是他好肉啊，这个人。而且小炮现在目前两件装备还是有点缺乏攻速的，死亡射线打了一号，直接闪现混乱风暴，这个再来一下，哇，又射一下，射死。但快自己好像有点走不掉了吧？这波自己还行，是一个普通头，不是大人头，那跟小炮
小 C 想从侧面来，不过有一个爆炸果实，要不然容易被卡住。嘎啦虽然扛了一下塔，但是峡谷先锋还是可以撞出来的。嘎啦是没有炸的哟，但是另一边黑客的人马也没大，感觉不太好去开这个嘎啦呀。杰斯一炮也打空，但是上路小明盯准了 Red 的这个小炮，直接是大招敲走了牛。但是你这再往前跳，这是一个跑酷流的维克托啊，跑得太快了。来下路对张帅有点想法。哎呦，你看他这个速度，切换成带加速，惩戒拍住，虽然打出了一个星石的盾，但是后方小虎已经就位，这波前后包夹 ，A 柱直接拍晕，哇，人头小虎再拿一颗，哎呀，野区，哎呦，小 C 直接吃了维克托的大招。但是老牛，哎呦，直接，而且 V 也是直接踩着红线过来了。咱们就能抬一手，应该要卖沙皇了，但是沙皇这里能走吗 ？TP 走了，但是伊斯塔过来的距离很长啊。老牛直接顶了一手，先拦路，自己虽然说有点危险，但是正面自己的队友已经把龙给打掉了，而纳尔这个位置看看能拍吗？身上虽然说有闪现，但是红色的人离得也太远了啊、主要要看污点的意思和人马的意思，人马直接突飞要去斩老牛，想老牛把他顶走了，人马自己死掉。而正面安迪嘎啦的输出位置非常不错，他隔墙的输出突出维克托一个混乱风暴顶在最前面。小炮的火箭跳跃也被逼了出来，没拍了一下，但是这波拍走人只是为了拆中路，好像砸进来了，骚的！哇，黑客直接被秒掉，这波混乱风暴又是把下路双人组成功逼退，而且 Insulator 也是扛不住伤害，半条血逃回泉水，正面应该是可以直接借着过来的兵线拆掉了，而且上面小虎他不让这个 Rat 回家，我的天！门牙在一下一下被蚕食，已经倒下了一颗，再拔第二颗。拔掉了之后直接拆土基地就可以了，小 C 进来秒没瞬间被秒掉，这里立场一放定住两个人，再加死亡射线把所有人打回泉水，夹这个漫天飞雨也是直接结束了这一局，我们可以恭喜 RNG 率先拿下第一局赛的胜利。